耶利米书第六十天。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二十九到四十七节，在乎不信之人的神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自高自傲，并且狂妄，居心自大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，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。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，为摩押全地呼喊，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。西比玛的葡萄树啊，我为你哀哭，甚于亚谢人哀哭。你的枝子蔓延过海，直长到亚谢海。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，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。我使酒榨的酒绝流，无人踹酒欢呼，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。西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，直达到亚杂，从索尔达到何罗念，直到伊基拉施利施雅。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。耶和华说，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。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，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，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剪短，手有划伤，腰束麻布，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，因我打碎摩押，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摩押何等毁坏，何等哀嚎，何等羞愧转背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仇敌必如大鹰飞起，展开翅膀攻击摩押，加略被攻取，保障也被占据。到那日，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。摩押必被毁灭，不再成国，因他向耶和华夸大。耶和华说，摩押的居民啊，恐惧、陷坑、网罗都临近你，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实本的影下，因为有火从西实本发出，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，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。摩押，你有祸了，属基摩的民灭亡了，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，你的众女也被掳去。耶和华说，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。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。神借着耶利米发出审判摩押的信息，
但这不代表神讨厌摩押人，神憎恨他们的自高自大和拜假神的罪。摩押也因着自己的罪招致神的审判。然而在神指出摩押的罪和摩押的刑罚中，却穿插神对摩押的哀哭和忧伤。神就像做父母亲的，虽伸手管教刑罚儿女，却痛在心。这也表明神对那不认识他的人是蛮有怜悯的。当先知约拿弃神后悔而不降灾刑罚尼尼微人，神回应先知，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可见神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何等忧心。而神向摩押发出的盼语最后却结束在神的应许中，可以看出在神刑罚背后那愿意挽回的爱。弟兄姐妹，神如今把那挽回不幸之人的使命交付给属他的儿女。面对这处处对立的世代，基督徒要效法父神的心和行动，以基督的恩典引人归主，以基督的爱挽回人心，在基督的爱中说真理。也愿今日的基督徒有基督的心肠，为失丧的灵魂哀哭，如同神为不认识他的列邦哀哭。主啊，给我你的心，使我能为失丧的灵魂哀哭，成为你触摸他们的管道。导读神的话，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们。主啊，你说你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主啊，你是爱，你就是爱，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，我要表明你的爱。 Amen。 是的主，是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说神爱世人。哦主啊，神爱世人，爱世界上每一个人，你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 Amen。 哦主啊，是的，你愿意牺牲你的爱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因你的爱子是有盼望的。 Amen。 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爱我们胜过这一切。Yes。 主耶稣，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主耶稣，甚至你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，因为我们是你所创造的，你爱我们胜过这一切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爱我们胜过一切。主啊，你要叫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啊，你的爱子来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，主啊，我们都能够可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阿们。是的，主耶稣啊，叫一切信你爱子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哦主啊，因为在你的爱子里有诸般的爱。哦主，这个爱是世人所没有办法所想象得到，但是唯有在你耶稣，唯有在你有那永生的爱、盼望的爱、喜乐的爱，我赞美你啊。主，是的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。主耶稣，你是爱我们的。主耶稣，你创造了天地，创造了我们。主耶稣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主，你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。主耶稣，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使我们洗净一切的罪污。主耶稣，你也叫一切相信你的，主耶稣，一切相信你的都不至灭亡。主耶稣，因为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是，主耶稣，让宁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主耶稣，你要我们能够得到永生，能够永远的在天家与你同住。
主啊，谢谢你这何等大的恩典，主啊，你将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可以得着永生，主啊，愿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福音传给这世人，主啊，愿我们也能贴近你的心，主啊，你说你爱世人，你愿世人一切信你的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主啊，帮助我们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赞美你，主耶稣，你愿意叫一切信你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Amen. 主啊，这永生哦，不是只有在天堂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你在一起，即便我们在地上，主啊，因着我们相信你，我们一样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，就是与你同在和同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要与你同行同在。主耶稣，当我们得到永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有那永恒的盼望。主耶稣真知道，虽然在地上的日子劳苦，主耶稣，但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主耶稣，我们对你的信心不变，我们对你的信心不动摇。主耶稣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求主也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也能够爱你胜过这一切。主耶稣，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